大鱼姐帮大家买了零食，请吃。但是我不知道饼干的，你们喜欢吃什么？我们大家再买饼干的，这边只有蜜饯。哎，我喜欢吃这个。好，要吃吗？等会可以帮你拿。没关系。哦，这么好。 哦，哈哈哈哈哈！善存脸红了，幸福来这么突然，幸福感油然而生。漂亮姐姐，请吃饭。谢谢我们的总务。谢谢。哎，我没有啊。那我来，好了，好了，魏哥长。哎，觉得自己被冷落了。哥来哦。哇，哎，妹妹来。 妹妹来，妹妹来，来，把乐。谢谢，好嘞，把乐。你好，好。巴拉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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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视力不好的还是投影纸？没关系，视力不好的他架构起来了，却是整个农场的小宝贝。大大的农地，他哇哇哇。牛怎么会哇哇地？哇哇哭啊！那牛宝宝，等一下是哇哇，他的哇哇哇哇大哭，哇哇大哭，可以了，过关了。那发发要发现了，但是没有谁来结尾啊。发现了，妈妈不见了，原来是在牧场的广场上，大家准备要什么恭贺新喜，妈妈挂着铃铛，欢天喜地。结果小牛也跟着过去，一次交代好多事情。今天一句话把整个电影讲完了。跟着我们前面不太看。跟着妈妈还有全体大伙儿一起跟大家说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牛年快乐。你确定你是大学毕业的？哎，我们有贺岁词已经出来了，不错不错。还结尾还不错了，反正就有应景了，有应景，好不好？虽然明年是龙年啦。对啊。那会玩一些什么过年小游戏吗？又来了，又挖坑了。没有啊，小赌怡情啊，大赌怎么样？大赌大赌伤身了。不是，小赌怡情，大赌大赌赌大赌大大赌赌大赌大赌赌大。接下来是音乐剧，是不是？大赌还要前进后退哈。人生好难哦。我是花甲之年郑庆春，我是少年郑德义。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哦！快点，快点！